两个质量，从台湾一谈到台湾三，连接在一起，然后新加的外移，然后这时候问你的政府是多少？比如说你的政府这边是这个 X 一，上面这里是 X 二。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如果外力打掉过后，它会是两色，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简单的一些例子。单一质量的一个振动呢，向左向右，其实你分不清楚，反正你是来来回回的振动，当然也是来来回回的振动。但是你如果两个质量或者两个单摆，你就会发现，哎，有一个一左一右，相向而行，或相背而行，或者同步向左，同步向右，这个就是你这个开始有这个模态的概念。一个自由度跟模态没什么意义，两个自由度开始就会有一个就所谓相对运动的自由度。来个简单例子，一个单摆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说我是两个单摆。OK， 所以这个是什么？这长得像什么？两个蛋白像什么？哎，有人想到了，像什么？就像手臂啊，对呀、啊，对不对？所以两个蛋白就是手臂，对。所以之前有一个转变，两个蛋白的这个手臂，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两个单摆，有一个武器是用两个单摆的，同学知道在什么吗？有一个武器是用两个单摆的，来，手臂，啊，手臂，啊，可以的，来，我们看，所以实际上两个单摆 ，OK。所以这个时候，当你讲模态就有点复杂 ，OK？ 比如说你可能讲，哎，这个第一个蛋白跟第二个蛋白，它是同一个方向在摆动呢，还是反向？但是你说超过360度，那你说稍微的话就比较复杂。那我们看另外一个 coupled oscillators， two pendulums of equal length are connected by a soft spring bringing the couple to equilibrium system。这是同步 ，OK， 所以中间弹簧没有被拉扯到。
单的一个单板，然后我们看两个单板，独立的单板，但是它其实之间没有 over， 两个单板就看个别单板的长度了 ，OK， 也差不多四分钟就行。然后我们先看两个单板之间用一个弹簧接起来，或者说如果说它是同步运动，然后弹簧又没有被拉开，所以虽然有弹簧，但弹簧并不提供太多的力，可以可以，所以就是没有符合肢体。然后只有一个模态 ，OK， 弹簧可以相向运动 ，OK，OK，、OK? OK? OK? 所以这个时候弹簧就会被拉扯 ，OK， 所以它提供弹力。所以你这两个单板的恢复力就比较大，所以它在十秒钟里面来回十二次，但是啊没有，在十二秒，有没有写错 ？OK， 是十秒钟十二次 ，OK。所以这弹簧本身提供了更大的回弹力，所以它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恢复。OK。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种，另外一个例子。等一下我们再来分析 ，OK。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下个例子我们这个之前已经有看过，就是说有外力去推动它 ，OK。我们看这个，就是水平方向的单个质量 ，OK。单个质量加弹簧，当你吸给它震荡。所以这个一个模态 ，OK， 然后我们之前也跟大家都分析过 ，OK， 但这些都是基准 ，OK， 但是有外力去让它震荡 ，OK， 有同向位移的，有反向位移的 ，OK， 就取决于你基准的。对应你的模态 ，OK。所以在这个时候 ，OK。那我们现在就看得出，就是说，当你有多个自由度，你要叙述一个振动问题。一来你当然是跟踪你的位移，就画一条这样子一个曲线 ，OK。二来，你就画出它的模态，所以模态是。两个同向一起往右，一起往左，这是同向；另外一个是相向振动 ，OK， 这是第二个模态。所以模态，如果两个质量点上不大，它就是叫模态。模态指的是你的一个连续体上的多个自由度，当它在共振点上的时候，它的相对。分布或者是形状 ，OK。如果不是看两个质量点，你去看你的其他拳，你就会看到，这模态很特别啊，全长是半个波长 ，OK， 或者是全长是一个波长，或全长是一二分之一个波长，或全长是两个波长，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形态就叫做。模态 ，OK， 所以你平常看其他拳，你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形态，就是叫模态，也是拳的一个模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我们要做分析的是，这个榴莲树枝上，两个榴莲站在同一个树干上，会有怎样的模态 ？OK， 树枝长这样是水平分布。但它在模拟的时候，它这个上半段的这个进度 K 一是 delta 一除以这个 m 一 g 除以 delta 一，就是 K 一。K 二呢 ？K 二是什么？来，根据这图，我们来考一下大家 K 二怎么算。
两万颗所以动态。K 二是最容易算的，刚才我的 K 一可能算错，在这方面。
然后下面的这个弹簧呢，那另外一端也是在移动的 ，OK， 德塔二，所以它的这个弹力呢是 K 二，德塔一减德塔二，所以这个时候又是静态分析，所以你的这个上面质量一是质量二等于 m 德塔一的大德高，这是静态一。第一个位置数，对，第一项这边就要。
运手能力添加了。然后第二列维持减 K2 然后加 K2， 结果两个相乘一下就变成了 NEG K2 加上 N2G K2， 所以化简一下你就得到了 N1 加 N2 G K2， 结果一除OK， 我觉得有没有看到，跟我们这个分析是一样的 ，K E delta E 等于 M E 加 M F G， OK， 所以你的数学的算法是跟你物理上 free body force 里面的解化得到了一样的 delta E， OK， 那我们再看 delta 二 ，delta 二是什么 ？delta 二分子我们已经算过的是。刚刚算过了 ，K1K2 分子呢？现在是把第行列式的第二列改为 NEG， 然后还有我们的 M2G， OK， 然后这边是 K1 加 K2， 然后减掉 K2， OK， 所以这个时候，哎，我们展开。这是 K1 加 K2 OK M2G OK， 然后这个是加上它就可以加上你的这个叫 K2 NEG OK， 所以除以 K1 K2， 所以这个呢就写成了你第一个部分呢是写成一除 K2然后加上一除 K 一，乘上 M 二 G， 然后第二部分呢，就变成 M 一 G， 然后除以我的 K 一，对吧？我们看一下，K 一 ，OK， 所以这个部分是你静态力的增加上来 ，OK， 好。所以基础方式，我们就找到了你的这个位移 ，OK， 所以这是静态位移 ，OK。所以虽然很多时候你会学振动会写运动方程 ，OK， 但那是整动的，但是现在静态的，你能不能用矩阵的方式去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好。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好像我写错了，就是 M 二 G 的，是吧 ？M 二 G 嘛 ，M 一 M 二。OK， 好，我们去看一下。OK， 也去确认一下这是 M 一 G 还是 M 二 G， 看一下，这是 M 二，所以这个应该是。M 一呢？这两个相乘，所以这个式子应该是写在 M 一的 M。我们去确认一下，这个是到底是 M 一还是 M 二？确认一下，这是需要改。讲完这个静态的多移 ，OK，
OK， 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同相位的振动 ，OK， 所以你把它画图的话，肯定是下方的这个振动幅度要比上方来的多，但是它是不是峰值的时候一起峰值，谷值的时候一起谷值 ？OK， 如果它是同步，这样的话它就是同相位 ，OK。它这样的一个模态有一个写法，就是 x 正负一正负二 ，OK， 你也可以把它化简，变成正负一乘上一，然后第二个这一行的这个第二个元素是 x 二除以 x 一，所以这是一个模态的一个概念。然后下一个呢，很可能是质量一正负比较大，质量二正负比较小。然后它的那个峰值遇到谷值，所以一个正一个负 ，OK， 那正负号会自己去照顾，然后你如果拿它做比值呢，它就 x 2除上 x 1，所以这样的一个实验，哎，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发生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还记得你的这个弹簧实验吗 ？OK， 这是单纯的弹簧。OK， 你只关心它末端，它有一个上限。OK， 但是你如果说你现在关心的是两个点，一个是下方，一个是上方，一个是中间，一个是下方。你看到没有？它这个是同步的一个 V。OK， 老师只是缓慢的这个振动达到它的共振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共振频率大概是 0.8 赫兹 ，OK。然后现在老师手动得快一点，看到没有？这两个点，因为额外加了这个质量呢，哎，它的这个运动向方向相反，它共振频率在3.2 赫兹 ，OK。所以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模态的那个结果 ，OK。然后老师原本把质量塞在中间的时候，来，请同学解释一下。为什么上面这一段弹簧感觉特别长，比下面长？因为它承受两个的重量。啊，答对了。OK， 虽然是即便是同样一个 K 值，但是它因为要承载两个重量，所以它被拉的多一倍。OK， 那下面同样如果是也是 K 值，原弹簧长度都一样，但是它只承载下方的重量，所以它的拉长幅度没有那么多。Okay. 然后还记得老师曾经问过同学吗？长的弹簧，就弹簧被拉长的时候，请问弹性系数会变吗？螺旋弹簧，来，举手。弹簧被拉长跟拉长之间，弹性系数会不会变？会的，请举手。弹性系数会变吗？不会的，请举手。啊，同学都概念很好。只限螺旋弹簧 ，OK？ 螺旋弹簧是你拉它之前的弹性系数跟拉它之后的弹性系数是维持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的话，你去市场买鱼，对，你可能会被吃秤砣 ，OK？像现在同学要问同学，螺旋的弹簧，你们学过裁力吧？有学过剪切，有学过弯曲，有学过扭转。请问螺旋弹簧，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剪切。扭转还是弯曲 ？OK， 到底是一 ？OK， 螺旋是 shear 还是 bending？ 根据你们之前的了解，你们说
拉长拉短，它弹性系数一样啊。那我问你，它实际弹簧的琴面是什么？贝宁啊？主要的琴面是什么？贝宁吗？嗯，哪个？我觉得是贝宁。你觉得是贝宁？如果它是贝宁，假设是弦贝，不搭它。你觉得你这弹簧拉得长的时候，它的半径有没有变小 ？OK， 再看一下影片。刚才影片不是有变小弹簧吗？我们停下来。你觉得这个半径？上半段的半径跟下半段的半径有维持吗？如果是 bending， 你的半径就会变小 ，OK， 平放的时候，所以它并主要的形变不是 bending， 主要的形变是 torsion。什么叫 bending 平放？这个叫 bending。所以你要打人的话，打人一巴掌，这个叫什么？抛水。OK， 这样问顺便问你们，你的手臂拿上来，你觉得你这个上下跟这个动作？感受到是 bending 还是 torsion？ OK， 第一个动作这个是这样，你的手臂抬上来这样。啊，另外一个，okay， 你的肌肉到底发生什么事 ？OK， 这个叫应该是靠近身体的这个叫这个内缩 ，OK， 然后这个是往胸部方向的这个向中心合拢 ，OK， 所以它的运动是介于 bending 跟 torsion 之间 ，OK， 所以有时候你去看这个动作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你的手臂的这个大动作是结合了两个 ，OK， 所以看到没有？你的 torsion 为什么是由大的开合动作，它是在这一边扭转 ，OK， 所以就像你的这个手臂这个外展 ，OK， 或者内缩 ，OK， 有时候是你的关节，你有一个扭转过后，它会前倾，就好像你说扭转的时候 ，OK， 它会打开 ，OK， 所以你从侧面看好像是 bending， 你说看这个景，你侧面看是 bending， 但实际上没有 bending， 你自己手掌的钱，你的手掌的钱，然后错开，所以你这个动作在你的掌跟掌接触的地方到底是 bending 还是 torsion？ 对，是 torsion， 所以它实际上是 torsion 让你的这个螺旋线有一个有点干底的这个转动 ，OK， 所以干底的转动它不是 bending， 所以它干底的转动才造成你的比较大的不平。好，这是我们对螺旋弹簧的这个基本知识。好了，有了这样的基本知识。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来分析。哎，刚才讲的这个影片，它有两个模态。OK， 我们讲过了，一个模态是多少赫兹？它是第一个模态是零，少少于少。
话就是，啊，第二个的话是啊，三点二分之。好，我们基于此方式，哎，我们来看一下，对，你的模态怎么算？这个模态现在是不受力的情况底下的一个震动，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现在的分析是一样，弹簧一，矢量一，弹簧二，矢量二，位移。OK， 我们这位移是什么？我们这位移已经是平衡位置了，所以它原本是就是有一个静态位移。OK， 已经到这个平衡位置了。OK， 然后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我们关心的是。接下来它的动态位移，离开平衡位置过后 ，OK， 它的这个振动是什么 ？OK， 它的振幅呢是 S 二，就是上面就是负 S 二 ，OK， 那这里呢，它的这个跟时间变化，它的这个振幅呢也是 S 一，上面就是负 S 一 ，OK。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的外力，你如果要去严格来写 ，OK， 你的运动方程跟我们刚才的分析是一样的，它有一个弹力 ，OK， 但是这个时候，它上面的弹力是 K 一，然后就是 delta 一加 x 一 ，OK， 然后下面这个弹力呢？K 二 delta 一加 x 一减掉 delta 二减掉 x 二，所以你要对老老实实写，你是写作用在这个 m 一的力和等于 m x 一加多少 ？OK， 这个写法应该就是完整的写是 delta 一加多少加 x 一加多少 ？OK。但是因为刚才讲的这个静态位移，它是不随时间变换，所以它这里是零。然后你的力呢？你的力是什么？你严格完整来写的话，你应该是负 k 一 delta 一加 x 一，负 k 二 delta 一加 x 一减掉 delta 二减掉 x 二，然后再加上。重力 MEG、okay。 OK， 这些感觉像是很复杂，但实际上可以把它分两组，减掉它一，减掉它一，减掉 K 二，减掉它一，减掉它二，加。运动方程可以很快的简写成
m x w 等于 OK 负的 k 1 x 1减负的 k 2 x 1减 x 2，所以你把它搬到你的右手项，就得到 k 1加 k 2 x 1减掉 k 2 x 2，所以第二次方式我们是得到第一个质量的运动方程。
技术是八十，哎，我们就已经得到了，这个叫做什么矩阵？这个叫质量向矩阵，乘上你的加速度向量。然后第二项呢，叫什么？叫做你的刚度矩阵，乘上什么？乘上你的位移向量。合起来等于什么？零力向量。所以这就是你的自由整套的运动方程。好，这样解答是什么？大家已经学过了。你看到没有？它的整动的形态是不是一个正弦波？所以你的 x 一。x 二可以写成一个向量，然后它是一个正负向量乘上 sin 我们的一个 e， 所以它的周期是一样的。OK， 这是周期。那这周期呢是等于两个 pi 除以 omega， 这 omega 要额外放一个 n， 为什么？它不受外力，所以这是自然自律振动。所以根据我们所学，哎，我们也知道，你把那个位移向量微分两次 ，OK， 然后你就得到了什么？你就得到了负欧米伽平方，然后正负乘上 sin 欧米伽 t，OK， 所以加速度跟位移向量它有一个共因式，它共因式就是正负向量。乘上 sin 欧米伽 t，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组合起来，然后右手向我简化，右手向我简化成什么？正负向量乘上 sin 欧米伽 t， 那这边呢 ？OK， 这边 B 项因为是加速度 ，OK， 所以就变成了什么？负欧米伽平方乘上你的。质量矩阵 ，OK， 这是加速度项。然后第二项呢，它是刚度矩阵维持。OK， 然后右手呢，虽然是零力向量，哎，我们零力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写成三维的 ？OK， 所以基于此方式，看到没有？你就可以把左右两边的振幅拿来比较，所以你把这个 sin 从那个 t 拿掉，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把我的运动方程简化，我们简化成什么形式？我原本是两个微分方程耦合，那现在我已经把它变成向量化了，然后变成矩阵向上，然后我是考虑它的幅值。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运动方程可以简化，简化成刚才以下合起来的形式。这简化是什么？我就干脆把这个质量矩阵乘上 omega square， 再加上干度矩阵，合起来就是负 omega square n d。加上 k 加上 l， 这是第一行，然后这个是负 k 的 ，OK， 那这是负 k 的。第二行的话是，第二行是负欧米伽平方 n 二加 k 二 ，OK， 乘上正负大 x 一大 x 二等于零力 ，OK， 所以我们这个矩阵叫什么？这个矩阵。是把刚度矩阵合起来，这叫系统矩阵，乘上正负向量。好，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的这个以正为表示的运动方式。就同学看一下跟它跟图的对应，它基本上这个运动方程。
大家还记得你的 x 正负怎么找吗？ x 的，好，我们看这个运动方程，我们先直接整一下空间，对吧？写一下，你的 x 一是什么？根据你的 Cramer's rule， OK， 这个式子呢？可以重复写，但是我节省空间，我直接写一个叫负 omega square n e 加 k e 加 k 的乘上，这个是负 omega square n 二加 k 二，然后再减掉 k 二平方，所以这是你的分母。分子部分呢？分子部分是什么？分子是零，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x 一不是零。来，好，底下无限大，确定吗？是底下。底下无限无限大的那就是零啊，那底下是无限小。我先讲，零，因为是零 ，OK。所以基于我们这个理解 ，OK， 分子是零。所以这个运动方程的分子会告诉你它的共振频率。OK， 我们把它讲下来。所以它就是什么？你的负，第一项是正 omega 四次方 m 一 m 二 ，OK。然后第二项呢是负 omega 平方，然后 m 一乘上 k 二再加上。n 二乘上 k 一再加上 n 二乘上 k 二，那第三项呢？就是单纯这个两个这个没有 omega 的相乘 ，k 一加 k 二乘上 k 二，后面再减掉 k 二的。OK， 所以基于这个情况，我们就找到了一个 omega 的。两个次方程 ，OK， 然后下面你就可以解到 omega 的平方等于什么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个运动方程会告诉你，这个频率方程会告诉你，在什么频率底下分母为零，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omega 就是你的自然频率。
以吗？我们看一下那个。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两个运动方程，把它写成矩阵面向的方程，在我们得到随着你这个身上加速度向量，再加上它进行矩阵身上力向量，这个两个也是惯性力跟弹力的嘛，就等于零力向量 ，OK。所以你每个公式都能展现它的惯性力，然后大概的这个矩阵形式应该是大 N x w 加上大 k。然后假定你的这个振动是一个斜坡，然后你的振动角频率一样，跟你的 x 一 x 二变成一个振幅成长，像我们刚刚微分一次过后，就变成你的振幅向量乘上欧米伽斯维平方被乘上三欧米伽 t， 然后你可以带入你的式子，然后就得到一个系统矩阵乘上振幅向量。乘上三欧米伽，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x 一、x 二，因为是自由振动，分子都会没有外力，分子都会零，所以你要确保你 x 一、x 二非零，所以你的分母要为零，所以分母为零的情况 ，OK， 你经过这个计算，你会得到展开会有这样的一个式，假定我们的 m 一等于 m 二。k 等于 k 2，你展开过后，你会有 omega 四次方乘上质量平方减掉三倍 omega 平方乘上弹性系数再乘上质量再加上 a 平方，所以这样的一个1/2次方程式，这个圆是那个 omega 平方，那 omega 平方是三加减它可以上除以二乘上。K 除以 A， 假设你带入你的弹性技术是36厘米，质量是1公斤，你会得到两个自然比率，一个表低的是3.7radian per second， 那另外一个是9.7 radian per second， 3.7 radian per second 去除以一个派 3.15， 它差不多是赫兹，9.7 radian per second。除以一个派，它接近于是3赫兹 ，OK， 所以基于这样，我们就看到两个质量，然后两个弹簧系统，它的频率分一高一低 ，OK， 就跟我们刚才实验测的非常类似 ，OK， 然后在下面 ，OK， 可能我再带回去给大家看。所以你的刚才我们实验测的是什么？刚才我们用刚才的算法，这个比较低的频率是3.7 radian per second， OK， 它是同相位，但是我们到目前就是还没给大家介绍相位跟模态的关系， OK， 我们只算到频率， OK， 然后第二个共振频率呢？是9.7 radian， OK， 就跟我们实验的非常相近。我们再看一下这实验，大家记得这实验吗？这实验我们刚才这个是同相位的，它的那个自然频率是0.8赫兹，接近于1赫兹。虽然我这个设置没有到1公斤，应该说几百克 ，OK， 但是它。却明显也显示出一高一低的自然频率。OK， 好，有了这个自然频率，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算的叫模态。由于模态是 m 一 m 二它的位振幅的相对关系。OK， 所以一般来讲，你会拿这个。x 除以 x 一来做对比，正的是同相位，然后负的那就是这个相位刚好差一个180度。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怎样算到模态的。OK， 我们已经得到了自然频率。OK， 这基础上自然频率有了3.7 radian per second， 对不
6 radian per second。所以你现在又要做什么？直接把你的这个自然曲率带到数值的这个方程式去。好，我们来看一下。给运动方式，你看我们没有删哦，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算了这个一个自然频率，有两个情况 ，OK， 这个两个跟 m 平方，这个全部一样的话 ，mk 就三个 mk， 然后这里呢？是两个 k 平方减掉 k 平方，所以你的运动方程刚才应该是 omega c 次方乘上 m 平方，然后再减掉这个三 mk， 然后 omega 平方，再加上什么？加上这个一个 k 平方 ，OK， 这是你的运动方程。你的这个 OK 角平力，你如果要拿绝对值 ，OK， 我们拿绝对值，看看绝对值是什么？你的omega平方是正三加减派根号五除以二。OK， 我不带数字啊，我是带一个比例。OK，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刚才我带的 k 值是36牛每米 ，m 值是1公斤。OK。从这个公式，然后跟我刚才做的实验，这个是0.1公斤。为什么它的频率比值相近 ？OK， 很可能就是在你的 k 上 n 有对应，所以你的这个它有对应的弹力。OK， 所以它的这个就是一赫兹多。然后另外一个是3赫兹多 ，OK， 就这个比例，它的对应性呢，就来自于它的弹性系数除以它的这个质量 ，OK。假定我们这已经OK， 我们现在不考虑数值，我们来考虑有没有办法直接从这个比值呢找到你的模态。为了找模态，你可以运用第一个运动方程。你也可以运用第二个运动方程的数值 ，OK， 我们先用第二个 ，OK， 你现在因为第二个比较简单，我就是写负 k2x1 加上这个是负 omega 平方 m2 加 k2，OK，、okay， 乘上 x2。然后等于零，然后我们把这式子，这个 m k 1等于 k 2等于 k n 1等于 m 2等于 m 这个关系带进来，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式子可以写成什么？负 k x 1，然后这个加上 k 负 omega 平方是负这个值 ，OK。乘上 n， 然后加上 k， 乘上 x， OK， 你如果不要带这个也可以，我们最后再带这个，我们最后来看，我们刚刚好 ，OK， 我们现在来看的是比值 ，OK， 你的比值的话是 x2 比上 x1。这个
那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它是二减掉三，再减掉开根号。所以你第二个模态就是二除以开根号五，负开根号减掉一。OK， 我这里有看到，所以基于这个方式，你就可以算到你的这个自然，那这个叫这个叫模态。那模态是怎么写的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模态为什么要做这个比例呢？好，我们刚才的计算已经找到了 x 比上 x1， 你可以写成，如果是你刚才用的是第一个运动方程，它的式子长得这样，可以跟我们刚才有点不一样。OK， 但是你说代入你的值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简化的例子。OK， 而基本上 x2 比上 x1 在 3.7 赫兹的时候，3.7 微电荷这个是点六分。然后在9.7 radian per second 的时候，它的数值是0.62。好，它基本上总结了我们刚才讲的一张图它的模态，一比上 x 二乘 x 一，可以把它当再拉回去，来总结一下。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第二个模态就是。你可能对刚才的例子不太有感，但是你如果说你利用这个耦合的这个公式，我们来算一下这个耦合的单反一左一右的。
在频率分低。所以基于这样，我们可以分析它的自然频率到底是多少。OK， 要做这分析，可以你现在个别的弹簧，你会得到如果是同步的话，相隔的弹簧，然后同步运动，它就跟没有耦合一样，因为它的弹簧不会被拉扯。所以第一个自然频率是开到 G 处以上 ，OK。然后第二个模态呢，因为弹簧会相向，就会振动，所以这个时候第二个模态的自然频率是开到 G， 除以 L 再加上两倍，这个弹性系数乘上弹性系数这样开到。所以我们这个是怎么得到的呢？我们就要去做这个两个单摆的这个受力分析 ，OK。这个两个单摆不单纯是受到自身重力，它还有受到张这个弹簧的弹力影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怎么分。你如果向左，弹力向右，
的弹力向右，弹力的值是多少？弹力的值是弹性系数乘上 Lθ1 减掉 Lθ2。 OK， 我们都是以自己为本位，以自己向左，弹力向右。所以你假定弹簧的另外一段是没有移动，所以你的弹力就是 K L T。但是另外一端也跟着移动了，所以你要相减，而且这移动的方向是跟你相向。但是我跟你一起移动的话，又负值一样，那弹簧根本没有被拉到。OK， 所以你刚才会看到第一个模态，两个蛋白一起摆，一起左，一起右，正负又一样。所以你的这个弹力是零 ，OK。所以我们先假设它不一样 ，OK。一个是 Lθ1， 一个是 Lθ2。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的运动方程，你假设你关心的是这个切线的这个加速度 ，OK。你的 NAT 等于 Ft 的总和。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Ft 的总和有什么？你的这个重力有一个切线的分量 ，OK？ 但是这个分量呢是向下的 ，OK？ 所以它是一个跟加速度方向相反，是负 mg sin θ，OK？ 然后这边呢，这个水平方向的力 ，OK？你可以去，这个是如果是水平方向的力，然后你可以根据你的角度，这样子就是变成90度减θ。然后如果说你要去算它的分量 ，OK， 这个应该就能θ减，所以你的切线速度分量变成了弹力 cosθ，OK，、okay？ 所以也是反向的。我们写一下，就是变成你的弹力负 k l 一大一减上一大二 cos 一的切线力。OK， 我们先任何简化都没有，直接讲这个切线方向的加速度是这样，就等于切线力的总和。然后现在做什么？假设小角度 sin θ 接近于 θ， cos θ 接近于一，代入以上式子，所以你的 MAT 呢就是 mLθ 得到等于负 mg θ 一。
okay, 只是位置调换而已。OK。是不是？OK， 但是我们排序我们不这么排，我们排序的话，我们还是 Theta 第一阶，然后这个 KL 加 MG， Theta 二后 ，OK， 这就是我们双蛋白一左右的蛋白的，还有加上蛋白后的平方根，然后我们把它写成矩阵形式。一个是乘上加速度，像这样；第二个是乘上的角度，像这样。然后右手边呢是 zero moment vector， OK， 或者 zero force vector 也可以， OK。但是因为你现在是角度， OK， 所以现在是 zero moment vector， OK， 这不完全的， OK。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式子写下来 ，ML。一个运动方程先填完，这是 ML 零，这是 KL， OK， 剩下 MG 再加 KL， 然后第二个运动方程蓝色的 ，OK， 然后这个是零 ML。所以我们有了这运动方程 ，OK， 你要解自然频率，现在要怎么解？那解自然频率，现在我们已经不做两次计算了，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套用这个什么叫自然？这个自然频率，自然频率就是你的系统矩阵，那行列是。它等于零，所以我们现在直接系统矩阵等式。你假定你的 V 一就是 delta 一 delta 二等于正负一正负二乘上 sin 一，两次 V 分后，你会得到加速度角加速度一角加速度二 ，OK， 它等于负欧米伽平方。正负一，正负二，乘上 sin omega t， OK。基于这样的这个想定，你可以把这个运动方程去简化，简化成什么？负 omega 平方 ml， 再加上 kl， 再加上 mg， 减掉 kl， 减掉 kl， 然后就是负 omega 平方。然后这个是 ML， 然后加上 KL， 再加上 MG， OK， 然后再乘上正负一、正负二， OK， 的项链，一种项链的内容。所以这个就是你所谓的系统矩阵。所以我们把这系统矩阵展开来，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你的负 omega 平方？ML 加 KL 加 MG 的平方，再减掉你的 KL 平方等于平方。OK， 这个式子比较好解，因为为什么？就是 A 平方减 B 平方等于 A 加 B 再加 A 减 B。OK， 所以你现在直接加减看看。一个是负我们的平方，这个是 ML 加 KL 加 MG， 先减的减的 KL， 再乘上负我们的平方，这个 ML， 然后再加上 KL 加 MG 加 KL。如果说右手边这里，所以你只有两个情况。一项等于零，一项等于是什么？你的 omega 平方要等于这个是什么？我看一下，你的 omega 平方。
所以看到没有？所以第一个自然频率是两个单摆虽然有单框在中间，但如果说两个单摆一模一样，所以它第一个频率是一起左一起右，中间的单框根本不会影响它的自然频率，因为这个单框没有被拉扯到。OK， 那第二个自然频率呢，就是 Omega 的平方。OK， 你看到没有？然后右手向是 Ng 加上两个 KL 再除以 ML， 所以这个自然频率是什么 ？G 除以 L 再加上两倍弹性系数除以 M， 所以基于此方式，哎，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第二个自然频率。OK，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好，然后我们接着算那个我们的这个模态。OK， 好，模态怎么算？模态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系统矩阵，乘上这个位移，这个幅度的向量。整理写一下。OK， 我把它拿那个系统矩阵的形式表，系统矩阵的不表好形，或我们要平方 ，ML 加上 KL 加 MG， 然后这是 KL， 然后这边是。一比一的摆动，所以一起向左，一起向右，这个叫一比一的
所以同学，我现在画到的一比一，所以它就是西塔一等于西塔二。我画的就是对应的上这个。然后我们看第二个模态，第二个模态是什么？推挡的话，现在程序都可以完全自动化，唯一无法自动化的是看图然后判断 ，OK。所以一般上如果会出错 ，OK， 就是你图不对，然后后面你公式全部就不对到了，因为你所有的运动方程的公式是针对你的这个自由体的 ，OK。好，也差不多了。把这个后面再解释一下，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可以从刚才的对照，你大概应该知道，就是说你的运动方程是根据你的单摆，个别单摆的受力，左单摆的受力写一个运动方程，右单摆的受力写第二个运动方程，然后把两个运动方程排序一下。基本上我们的排序方式是先以脚加速度、向量跟相关的质量矩阵。OK， 所以这里很可能，我讲的，所以我的写法也不一样。刚才的写法是切线力的总和等于质量乘上切线力，但是我在投影片的这个写法是什么？因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我投影片的写法是绕着你 O 点的转动惯量等O 点的扭力等于 O 点的转动惯量乘上你的脚加速度，所以才会出现你运动方程写法不一样的情况。但是你运动方程即便是写法不一样，但你叙述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再拿影片来播一下，你的同样的这个单摆 OK， 所以我是要用切线力来去描述这个震动，还是我要用扭力脚加速度来描述这运动，它都是一样的 OK。 然后最好这样，你躺着看这个影片，要立着看这个影片，它不会因为你的视角的改变而发生物理上的变化。所以这就为什么说你的运动方程的形式可能长相一开始有点不一样，但是你后面计算出来的，然后就是你的这个角平力就是一样。然后这是计算 ，OK。好，这计算出来的结果，我把它化整，就变成这个转动惯量矩阵乘上脚加速度向量，再加上脚干度矩阵乘上脚步向量，就等于零扭力向量 ，OK。所以你在事实上的这个写法，你可以写成 JD 再加到，再加上 TD 等于 T，OK。这个 J 呢？可以解成 L 平方零零 L 平方加扭力矩阵 ，AD 等于是这个转动角扭力 ，OK， 的弹性系数 ，OK， 角弹性系数是 NG L 再加 L 平方再减 L 平方再减 L 平方，然后再 NG L 加 L 平方是 ，OK， 是第二行第二例 ，OK， 向量是向第一 ，OK， 然后你的。假设你的 V 是一个 sine wave 的振动，然后加速度就变成振幅向量，再乘上 omega， 然后再乘上 sine wave t。OK， 以此方式。但如果你知道一个系统矩阵乘上振幅的角向量 ，OK， 你要确保你的这个系统矩阵转行列是等于零。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找出两个共振频率，第一个共振频率是 omega 一平方等于。第二个呢是 v 除以 l 再加上两倍 k 除以 l， 然后代入你的这个系统矩阵展开来的一个式子，然后把正负二角正负二比成角正负一，然后比例得到出来就给你一个第一个模态的正负比，那是一。第二个模态正比是负一 ，OK， 就这样。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然后明天会给大家再讲述一些例子。OK， 虽然我们这个是。